太炸裂了 ！PS Beta 放大招了。别人的粉丝有，我的粉丝也必须有。经过我一天的测试，我来演示介绍下 Beta 版本的强大。直接框选纹身大概区域，然后打上关键词 skin， 直接点生成。OK， 纹身去除了。这里甚至还添加了清净的细节，光照还有环境也被考虑到了。看起来毫无 P 图痕迹，在最右边还会直接提供三种选择，可以随意选择最真实的。接下来我来演示第二个案例。首先我把上面画布扩宽，然后框选这片区域，提示词什么也不用写，点击创建式填充，再点生成，只需要等等，已经帮我们填充了扩宽的画布，而且效果非常 nice。 旁边同样有三种选择，简直是太赞了。接着我在框选头发区域，点创建式填充，输入 handsome hair， 再点击生成。我写的关键词是帅气的头发，可以说 AI 很理解我的意思。同样是三种选择，我来选一种，还是第一种最帅。现在我在扩宽下面的画布，与之前一样的方法，同样选择一个最合适的。我再把两边的画布扩宽，同样的方法让 AI 来填充，很完美。在超短的几分钟内就完成了一张新图，这张我觉得更真实一些。对比一下原图还有最后的图，这样子的效果在原来的 PS 里要处理多久，知道的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下面是第三个案例。我创建了一个白色画布，框选最下面的位置，点创建式填充，再输入 meadows and rivers， 然后直接点生成。这里就生成了草地还有河流。我在框选最上面的区域，同样的方法，输入了蓝天白云的关键词，上面就生成了蓝天白云。我在框选中间部分，同样的方法，输入了山脉、雪山的关键词。OK， 一幅风景图完成了。这种打字就生成想要的图的感觉，实在。这是第四个案例。我在湖面上框选一个区域，点创建式填充，输入 the ship， 直接点生成，就给我在湖面上生成了一艘船。再多来几艘船吧，看起来不错。 AI 甚至考虑到了船的阴影，前方高能。这个案例同样是利用创建式填充扩充画布，再利用 AI 扩充周边的区域。扩充区域的时候只需要点创建式填充，再点生成就行，是不是超简单？看起来手还是画不好，前方继续高能。还是同样的方法，看成品就行。你应该和我一样惊讶吧。下面这个案例一键抠图换背景，同样我先填充周围区域，点击移除背景，这里 AI 就会自动去除人物背景，然后创建空白图层，拉到人物图层下，再框选整个空白图层，点击创建式填充，输入关键词东京街头，再点生成。同样有三种背景选择，如果是你，你会选哪个背景？对比下原图还有最终图，如果 PS 很厉害的大佬应该做得比我好很多。这里是用移除工具快速移除画面里的东西，比如这个站在石头上的人，只需要按住鼠标左键涂满人物再松开即可。这里的船也一样，然后我再生成一艘船。最后我去测试了二次元还有 3D 的效果，效果也都还不错。最强大的就是什么画风都能够使用，都看到这里了，你懂的。如果想要安装包，在评论区留言就 OK， 你们的支持才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。最后是 3D 扩充画面的效果，我很喜欢这张扩充的效果，连衣服细节、皮肤、光影都做得很好。看完这个收工，这个也是超赞的，可惜了手没画好。